这次我们非常感谢天涯的伙伴啊，顺利的达成啊，先到这个工作台制作这个野鬼的养护剂啊，先到这边啊，然后会有一些小怪啊，然后还有这个王，那这个王呢会阻碍玩家的前进啊，所以我们就先带着我们的队友呢先去讨伐一下这个王。哦，好可怕！把王打到一定的血量的时候，他会突然休息。OK， 王休息，王休息了，快快快！这时候打他都无效啊，快赶快修复，前进啊前进，他往第三个点过去了，快哦。隔天呢一样有这个特殊变异体哦，我们要一样是要把他打到一定的血量。哇，这次要用狙打他，休息了休息了，快快趁他在休息的时候赶快补铁轨。居然有小怪在偷射我，哇，他又变形了，把他引进去那个路行器那边。不太好瞄啊，哇，才八滴血，哦，他用近战打，近战我不行啊，我帮你们补血好不好，帮你们补。决战这个特殊变异体的，这一次的变异体非常大，而且他拿这个什么电锯哦，啊，快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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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哇哇，我什么时候攻击伤害这么高啦，哇，通车了通车了，睡哦，通车了，终于啊，感谢天涯的伙伴们，看看我们的地皮有没有顺利竞标到啊。好，我家在我们这边的地皮哦，没有竞标到太多钱哦。咱们去我的新房子，我们就坐铁轨过去吧。玩家喽，哒啦，哇，好气派哦，两块地皮呢，而且它这个还可以合并成一个大的庄园哦。这个地方呢还可以购买一些稀有的物品，我们来看一下便利店的店长杰克牛。哦，这边有一些配方哎。几何三角墙纸币，哇哦，营地还可以帮你支出一些金额，电池、螺丝钉、配方产业，还不错，这里还不错。OK 啦，这个影片就要到这边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先这样啦，拜拜。